捉一下。好，谢谢。哎，要露出你们灿烂的微笑跟笑容，帮嗨回来加油打气喽！还有我们右边的媒体朋友们，右边的媒体朋友，好。好，还有我们最左手边的媒体朋友。销售出非常棒的好佳绩。好，这是我们今年的爱心大使狮子拉人呢，在今年好右边右边组合一起来为大家呢做爱心代言，非常非常的谢谢他们。现在让我们2019喜哈儿中秋月饼礼盒的代言人，希望大家呢一起发挥爱心，多多的来支持我们的喜哈儿。好，正前方，正前方的摄影师。好，还有我们左手边的摄影师。起来换个 pose。 好，老师少了你呀、怎么可以少了你呢？来来来，一起一起拍。优惠之外呢，同时也希望你可以发你的爱心支持送爱到部落，然后呢可以让这些部落的偏乡小朋友们，包含了今年有30000多名的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吃到喜憨儿的月饼。这是由吉米呢所设，一人买5盒以上。狮子 Lion 呢，全新的组合一起帮助喜哈儿基金会来代言今年的爱心公益的月饼礼盒，希望今年可以再创很棒的好佳绩。非常的谢谢我们的萧敬腾老萧，向前走，希望大家一起携手做爱心，支持喜哈儿。好，谢谢，也请大家要支持我们的狮子 Lion 哦。出了新的单曲，希望大家能一起来为他们多多的加油。我们仔细的，我们的正前方哦，这是我们的狮子 Lion 呢，这一次代言我们喜憨儿的爱心月饼礼盒，希望今年中秋节可以再创好佳绩。好，五位这边，好，右手边，右手边，非常酷帅的组合，这边呢，来来来，还有我们的右前方。谢谢我们的狮子 Lion， 也有请我们所有媒体朋友呢，帮我们多多的来报道。好。